把这张图大概落地。然后九月以来呢，同学们一直在家上网课，从事着网课相关的知识，和老师一直都是线上见面，也没有进过校园欣赏校园的美丽景色。线上课呢，过程比较枯燥啊，乏味啊，我们的注意力容易不集中啊，这些问题很突出，很常见。那么今天呢，我们用一场别开生面的美术课来带着同学们感受了一下校园的美丽景色。我和所有的老师在学校等着同学们的到来。